放心上，来热情的掌声送给他。说了啊，朋友们这么热情，咱们今天豁出去了啊，咱不要命了啊，让我小哥翻上两个跟头送给大家，感觉翻得不错，掌声鼓励。来，小朋友往下边去，往后边去2米，舞台上的小朋友都往下边去了啊，因为接下来